这个动帅，动了好彩头跟帅头啊，动帅。很热情啊，这个几乎水泄不通哦，因为人很多了啊，再加上热情的民众啊，是寸步难行啊，所以感受到龙潭地区选民对张善政及对国民党议员的支持啊，我也很感动啊，看到这么多热情的民众啊，喊动算啊，哦、啊，希望能够换人换党了 啊, 啊，我觉得这是就是民心之所向了、啊。我们他的选情是不错的，我们在街上，我们到了市场啊，所有的我们的兄弟姐妹们都有跟我们善哥来回应，要我们善哥加油，桃园要靠善哥带领我们，我们要良善的价值，一起让桃园更好。本人张少康。其实我觉得在这几次的大造势跟这几个市场的扫街，你可以看到蓝营的人士是完全拉起来，相较民进党他的造势场合宣称 2.5 万人，实际上只有十分之一2400人，你就可以看出中间最大的差距。郑运鹏他最近口中喊抗中保台，被我们抓到他实际上就是去大赚人民币，以中国台湾籍口嫌体正直。这样一对比之下，你看到我们张善院长认真提政策，对比之下，我相信桃园市民会选择正确而且对的可以带领桃园真正发展的市长。这边又有一位民众来找我们这个自拍，很开心啊，吃饭还跟善政兄自拍，哦，真的是非常热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的，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。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。很好奇在哪里买吧，直接上快点购。